那路为自己那么多。 Look at him.
我虽然说我这个模具是按照国标的那个胶体开的那个槽，其实我是非标的，我跟你讲实话。就你这个胶体是非标的。我肯定是非标的，我工厂不可能要那个国标的这个。但是我槽那个槽啊，是按照那个国标。 能不能再卷一点？应该掉不下来啊！掉不下来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就我们这边撕啊，真的很难，除了卷板，因为我们这卷，哎呦不好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胶体啊，怎么槽杆都是非标的。 Thank you.